撰写一段相遇相知，一个情字，拨乱心弦从未休止，一次又一次，心翻涌如潮汐，溢满相思，不顾一切的坚持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我清楚你近在咫尺，是梦变真实，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，你牵绊着我的心事，一生一世，在漫天繁星落下。自然是在京都啦，怎么，你想他啦？才不是。那若是他来了，你会怎么办？我自是不会让他找到我的。为什么？既然选择离开，那过去的事情自然是要了结的。我真是搞不懂你，我要是你啊，我便将他拐出府来，与他一起策马天涯。那你怎么不将钟离拐出府来，跟你策马同游啊？他自是有他自己的选择。他也有他的不得已。玉王，一切可都安排妥当了。一切都安排妥当，也不知道此刻在想什么，在做什么。臣见到荣靖郡主时，说景阳姑娘好几日闭门不出。我从前从未怕过什么，可这一次真是差点要失去她了。如今她近在咫尺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面对她。就算他在门外，我都不知道该如何推开这门。玉王不必自责，玉王也有着许多不得已。我的不得已跟他比起来算得了什么？你回去吧，我想休息一会儿。哎呀，你不要整日愁眉苦脸的，看得本郡主心烦。听说今日是长郡最有名的灿火节，同我一起长长见识。这都什么时辰啊？这又不是在京都，哪里那么多规矩啊？我没有心情，你自己去吧。你整日丧气着脸，看得本郡主都要气脱血了。今日可是长郡最有名的灿火节，你就陪我去嘛。哎呀，去嘛去嘛，啊，去吧。
去吧。这是什么？哎，这是火龙啊，是这里特有的。怎么样，心情好些吗？好多了，谢谢。好，哇！景言，若是，我是说若是啊，若是誉王此时来了，还给你准备了很多惊喜，你会原谅他吗？他不会来的。若是他来了呢？荣静，我们不要再提他了，好不好？我会很难过的。我有点不舒服，我先回去了。谁呀？敢撞你们八爷？八爷让你走了吧？景言，等一下。哪里来的跳梁小丑？本郡主说了今日有事，还不速速退开！郡东市排行第八，王大海师爷。你姓王行八，怎么不叫王八呢？小娘子休要胡说，爷本想今天好好跟你们亲近亲近，但是现在你们得把小命留下了。你们两个傻呀，还不给我上！荣清，小辉，那是他送我的兔子，还我兔子！景言，以后莫要再让我寻你寻得这么苦了。景言，把欲望给我拿下！景言，景言。不必跟来了。小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我在信里说得很明白了。简儿，我不信命。我还想再争一回，你明明答应过给我机会的。
还嫌我不够狼狈吗？誉王曾派臣查明一事，当年太妃娘娘因王府阴鬼患子而不自知，后来经过多方查探，终于确定您才是她的亲生骨肉。因为没能陪伴您成长，她一直心中有愧，做了许多不该做的事，但都是为了将那亲王之位拿来补偿于您。你说什么？誉王说您胸怀苍生，是有山河志气的，他也曾亏欠您许多，太妃、江山，还有锦言姑娘，所以他将王位禅让于您。只要您能清明治世，福惠百姓，三年以后，这一纸摄政之表也会改为禅让之表。秦王，珍重。带我来这里干嘛？待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誉王，其实我欺骗了你。哦。但是你要答应我，若生气了，只罚我一个人，不要连累我的家门。好，我答应你。其实，我才是文家嫡女，文素锦。我知道。啊！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？你去凤隐寺的时候就知道了。那时，我恼你不坦诚，是以才任由你去凤隐寺。差点悔恨终生，还好你回来了。那你不怪我？我怪的一直都是你不肯相信我，不肯依靠我。对不起。我当日曾许诺你摘一轮月，那摘了。糊弄人的小把戏。哦，我手上的这捧月你不喜欢？我还有旁的，看。这是我
为你求的万家灯火，京都六千户，每一户都为你写下这井字灯，为你求愿祈福。玉王，谨言，你想去精灵和仓皇，地老和天荒，大漠与北疆，我都愿意陪你去。你愿意带着我吗？玉王，叫我萧玉。萧玉，我在。萧玉，我在。萧玉，我在。我在。你早知本王的身世，还知太妃为我筹谋。是。什么时候？从北疆回都城第二晚，属下便在王府外遇到一人。那时属下尚不知那人身份，一众事宜皆是听从那人吩咐而为。臣直至那时才知，京都有关仪表的许多传言都是有心人的布置，且皆是为了景王造势。是以臣才开始在晋王面前进言，让您开始寻找仪表。后来知道晋王为景姑娘神伤许久，臣那时已隐约怀疑背后之人便是太妃，情急之下便进了秦王府。臣斗胆为晋王请命，请太妃娘娘怜惜一回晋王，为他赐婚。一个侍女凭什么登堂入室？锦言姑娘才是真正的文府千金，晋王多年夙愿便只是求得她一人呢。那凤隐寺的大火，荣靖郡主寻到了仪表，交给了锦言，被王妃娘娘察觉，及时传出了消息，属下与太妃商议后才知道，那仪表竟是无字仪表。既已不能为景王你所用，属下便不愿景言姑娘将那仪表交给誉王。也罢，总归是为了齐儿，去做吧。山海，你为我筹谋许多，你可曾问过我真心想要的是什么吗？景王，属下知错，任凭景王发落，只是太妃派与我的三千死士还在手中，只要您一声令下，属下甘愿为您夺回景言姑娘，待甘心受死。罢了，我终于知道所谓的床位仪表。晋王，山海，你我出生入死数十载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忠心，也懂你的抱负，所以我可以原谅你的擅作主张，阳奉阴违，但如今不行了。你走吧。晋王，属下知错呀，山海的一切都是晋王您给的，您可以打我罚我，您要了属下的命也无妨啊，可您不要赶山海走啊。你是死士，死对你来说又有何惧？晋王，但我要告诉你，做错事是要付出代价的，下半辈子你好好活着，
为那些枉死的人赎罪吧。给你，谢谢。眼瞎吗？啊！这书当真有用？属下听说此书出自洛阳，已经引得洛阳纸贵，人人争相效仿。若是我把这书背下来，还怕哄不好他。为什么要撞在我的心上？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啊？什么？害我喜欢你。你今天怎么怪怪的？啊，怪可爱的。无聊。怎么感觉没什么用？这书真的引得洛阳纸贵？哎，等等我。太妃娘娘，孩子，本妃对不住你。当日让你受了不少苦，你也都是为了锦王，我知道的。锦言。嗯。
这是什么？玉蕊冰心。我曾寻人去看治过那玉蕊冰心，但那毒太烈，伤了树根，是以就让后花园精通草木的匠人留了些健康的树枝。那我们一起种下去，好生料理，应该能存活的。嗯，觉得煎熬，咫尺天涯去寻找，就让我一生痴恋到老。为你而活的美好，生生世世不动摇，多想还能拥抱。我在初识年少，期许一段岁月静好，纵然爱不得，求不到，也不放。心里几年得偿所愿，郎君如意，喜乐平安。公子有所怕吗？是天涯去寻找，就让我一生痴恋到老。为你而活的美好，生生世世不动摇，多想还能拥抱。我在初识年少，期许一段岁月静好，纵然爱不得，求不到，也不放掉。我在孤身远眺，在世间不堪纷扰，不听喧闹，只为你，只为你祈祷。为你画地为牢，这一场爱不能动摇，纵然爱不得，求倒也不放掉。为你守着美好，这世间再无纷扰，再无寂寥，只为你，只为你倾倒。记着我誓言就好，我不是你我不要，那是我说的天荒地为你倾倒。
为你倾倒。